准备吃的东西啊，是真的在那个时候很重要。不然就你们自己去。妈妈们到最后都最累的那一个，不跟了，不跟了，只要少带就。为什么没有带？这样不行嘛？欸、你是我带名单的一个哎、欸。我想看的是王美，我想看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看你。我会带什么东西？我跟你们说，很多人想看我去野外受苦。我愿意走到户外就不错了。野外嘞，试下去，你立马满脑子的麻辣锅的印象。我不是，这个真的是啤酒的咖。我们先。麻辣鸭血，它就是它的味道嘛。麻辣鸭血，欢迎收看《小资女汤什么》。现代的女生呢，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号召你所有的好姐妹假扮的来一场 picnic， 来一场 picnic， 来赏花、赏樱、赏枫，而且一定要这样假扮的，这样子打开的地垫，然后开始这样摆。哦，你带了什么甜点？你带了什么酒杯？这样带甜点带错了很丢脸。当然最怕的就是哦，你那很做的很漂亮的蛋糕。我告诉你，什么东西带去现场一打开，大家会惊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东西很养生，又不会胖，然后又好吃的不得了。哪有这种东西？真的有花子对不对？没有。但是说到这个户外啊，不管是野餐，还有最近我老公爱上露营，我都觉得这个准备吃的东西啊，是真的在那个时候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摆出来要漂亮啊。没错，但是又很容易踩到雷，因为路人会看呢、啊。哎呀，徐小跟阿根带这个啊，不行吧？我是主持编，知道吧？对，但是呢，真的要。带出去，因为是一很多家嘛，对，你要带出去体面，而且你有三个小朋友要都要喜欢，对，小朋友要吃，人都能吃，对，不是只有老公或是男生啤酒的时候吃而已，是全家大小都要吃，全家大小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我觉得很难，不然就你们自己去，妈妈们到最后都最累的那一个，不跟了，不跟了，只要少带就。为什么没有带？这样不行嘛？你是我带名单的一个哎、欸。我想看的是王美，我想看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看你。我会带什么东西？我跟你们说，很多人想看我去野外受苦。我愿意走到户外就不错了。野外嘞，但是先讲一下哦、喔，先让不让我们出去没关系，但是只要出去了，我们就知道还是要漂亮啊，要漂亮，要健康，要养生，简单方便的，对啦對。但有这个东西吗？如果说有一种零食，它吃了又很健康，又很好吃，大家承不承认？就是坚果。坚果可以，坚果健康，坚果非常健康。但你拿出来的时候，别人就觉得说有年纪哈，有年纪，是不是？有年纪，坚果的口味不就那些？是，要么就盐味，对呀，盐味。你就会想说，都去野餐还吃一样的东西？哎，不如吃我的瓜子啦，对呀，对，还不如就吃老师。No， 因为其实坚果很多种。对，那我个人最喜欢吃的其实是腰果，因为我觉得腰果它的口感特别香，然后它平常又能够入菜，例如说宫保鸡丁啊，然后做生菜沙拉的时候也可以撒一点，它特别好吃。但是你知道小资女，我来这边我就不会介绍普通的坚果，真的，我要分享的是世界无敌国王级大的腰果 ，Wellwell 腰果的这个品牌，哎，它好可爱哦！你知道他们家是以腰果为主，他在柬埔寨有自己的400公顷的农地，天哪！然后这个农地呢，他有种了10万棵的坚果树，所以等于是自产自销，所以他等于是从栽种的那个品质，他就全部可以管理得到。对，而且自产自销，它品质能够保证之外，而且它还是台湾唯一在柬埔寨有这么大规模的腰果农场的一个品牌，所以他们的腰果可以拿到世界顶级的产品。但还是要讲啊，因为市面上真的很多地方可以取得这种坚果。那营养师，我们还是要来询问一下专业。那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腰果它其实有分为就是颜色、形状跟大小，它大家可以依照这三个
来挑。那颜色的呢，我们有白色跟偏黄色。好，那大小的部分其实整颗 W 这个字母大的整颗是最棒的。当然。S 的话就是有分成两半的，接下来就是比较细碎的，所以就是分四个等级。那大小的部分呢，就是一磅里面，如果今天它是180的话，就代表一磅里面有180克。哦，所以它特别大颗，而且因为市售的话就很多是240跟320的规格。哦，所以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WW。180是代表是最高的，又是白色，又是整颗，又是180，没错，最高的耶。但是还是要问，很多人都说坚果不要多吃。坚果啊，它本身在我们的每日饮食指南里面，它是自己属于一类的。对，坚果的蛋白质很丰富，是植物性蛋白质，维生素啊、矿物质含量也都很丰富，甚至不饱和脂肪酸也很多。但是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我特别提到一点，每日要摄取一份的坚果种子类，不是一个拳头哦。是五颗，对，那一定要好吃啊。W 180的也是只能吃五颗。等一下，就是，可是你这么一大罐五颗，真的可以吃五年呢。我跟大家自己减哦，自己减五颗。我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也很爱吃腰果，然后一次我大概就会吃个10到15颗，算一定的。对，那怎么办？我都会说，就是油脂跟坚果种子类它是同一类型的。那你当坚果种子类吃比较多，你就把烹调用油往下降。这样就可以吃水，反正一天才吃那么多，我就不要吃那么多油就好。没错，你炒菜的油就少放一点，变烫青菜或蔬菜汤。它低温烘焙反而是好事啊，是好事。对，其实要把油给拿掉了嘛。没错，对，而且低温烘焙那个养分才会都留得住，里面的抗氧化物质才能留得住。是啊，抗氧化物质很怕高温。那我们先来从那个两包最大的，来来来，最两包，最两包。哦，它这个里面用到的呢是特别的、比较特殊的品种，叫做 M23的这个品种，而且呢，刚营养师有说到最高等级的就是要很白 W 啊，然后要一整颗，然后还要有一大包，里面只有180克，就是它。这个呢是 Wellwell 腰果的腰果，这个是他牌的腰果。如果今天营养师说一天只能吃五颗，我要吃谁？当然吃大颗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腰果的那个香气就是要这个大颗的，而且要整颗的吃起来才会很过瘾。而且它这一颗就是 WW180。的等级哦，然后低温烘焙留下它最高的原味，然后你吃哦，它完全没有加糖，也没有奶，原味，但是它吃起来那个香气哇，特别的丰富，来试试看。然后这一款呢，就是原味的口感啊，它也是 Wellwell 他们家的回购率最高的。因为其实有很多像比较老人家吃健康都会喜欢吃原味的，对。但是其实我个人呐，大推带皮的口味吗？咸酥带皮的腰果，我一天只能吃5颗哦。对啊，对对对，这个你们一人吃一颗来。带皮的腰果，我个人最推的原因是因为营养师也知道有很多皮都是很营养的啊。是，而且它还有很多纤维素在上面哦。你吃起来那个口感，它除了有腰果的那个奶香，还有皮的酥香，带皮的有一种有点新 level 的感觉，对，就是有一种没吃过的 feel。没错，而且它那个皮其实也会有香气，哦，酥酥香香的，而且它是用薄盐去炒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很死咸。带皮我要团购，我觉得这个第一名。人家薇薇的腰果也是有做那种，就是年轻人喜欢的口味啊。真的吗？也有小孩。而且也是流行时髦的口味，而且也是健康的口味哦。是哦。我们的陈列处也有这个手工浓郁可可腰果。手工浓郁可可腰果。你知道吗？它每一颗腰果啊，都裹了满满的、满满的可可粉，而且它的可可粉是那个国外进口的顶级的可可粉。你知道可可啊，其实也是健康的一个食材哦，它有就是微生物啊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，还有蛋白质，对心脏也很好。对，对心脏也很好。就是纯可可，而且你看它是手工果，哇，是不是？它会有那个奶香加干干的味道。我要买那个，甘甜甘甜。我要买那个，哇。不是，它这可可太高级了，珍贵的可可。不是，就是你如果送给女朋友当情人节礼物，女朋友都会觉得很开心。这个是，而且这个比这个是星巴克很贵的一杯的那种浓可可。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它这个可可比那个纯吃巧克力更好吃？对，没错，它没有那么腰果。对，没错，有推出减糖版本。
哦，所以你吃起来你会更没有负担感，好好吃，欸、对，好好吃，不是哦，你这个可可的，然后再回去，然后再吃一个带皮的，然后两个这样交替吃，停不下来，没有一天五颗这个事情啊、哦，然后再来呢，刚刚思佳有发现，对不对？草莓的什么的，你看营养师手上有草莓，对啊，草莓可可的，这不一样吗？带点淡淡的粉红色哦。然后呢，各位如果是草莓控，你现在节目看到这一半，赶快下单，因为冬天过了它就没有了。真的？那你讲快一点，我要先下单。季节限定，冬季限定，冬季限定。它用的呢就是浓郁可可腰果做基底，然后加点天然的草莓粉进去，所以你吃起来会有恋爱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草莓，有草莓，我隐藏在里面的感觉。对，巧克力后面。巧克力后面冲出草莓，它的草莓是香气，没错，不是甜味，是香气，是草莓的香气，而且是天然的草莓粉加进去的哦。好好吃哦，我要尖叫好了！好热，来红酒，红酒，好烦哦！我一天五杯啦，这个一杯，这个一杯，这个一杯啦，五杯，五杯，我要吃五杯啦！好，再来，再来一个很恐怖哦。你吃腰果好像在吃麻辣锅，哦，这个配酒配啤酒，麻辣花椒口味的腰果，我不相信。然后你看得到它里面有那个辣椒圈，还有花椒籽。啊、我跟你讲，它哦还特别用比较小，你不要以为它等级低哦，它用比较小颗是因为它要入味啊。它每一颗一吃下去，你立马满脑子的麻辣锅的印象。我不信，来，我跟你讲这个，欸、我哎。欸以示公平，我刚停了吃完，我还有吃一个原味的，把它压回来。嗯，吃看，这个真的是啤酒的咖。我们先吃。麻辣鸭血，它就是它的味道吧。麻辣鸭血，它这一款真的很好吃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过分。麻辣鸭血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好像走到那个火锅里面。我不要啤酒，我要乌梅汁会。乌梅汁好吃啊，乌梅汁。如果你要吃特殊的口味，只有他们家才有。来，最后呢？是什么？说真的，我也爱吃夏威夷豆啦。我也喜欢，因为其实夏威夷豆的口感跟一般的坚果又不太一样，它脆脆的。而且夏威夷豆的营养素是坚果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。而且它的奶香是比较清爽的路线，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啊、哦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微微有他们家有，就是特大火山夏威夷豆南非品种，这是什么？然后我还等一下，我还想要再夸奖微微有他们家的是什么？它这个不是用铁片。我超怕拉这个盖子的哦，我也是，我每次都被割伤。它不是用铁片，它是用这个塑胶，但它仍然就密封起来的。对，密封。对，然后呢？你看，南非等级的夏威夷豆，太大锅了吧？要吃就要吃这一种的，必须买。它奶香是很清爽的，很天然的，好香哦！什么都那么好吃啊！这样讲，我们吃过这么多东西，很能让我们惊艳才对。每一个都，我今天真的是人生，但我今天真的是最高。不是因为我跟你讲，我吃过很多腰果，因为我老公很爱吃腰果，我根本就不喜欢腰果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不好吃，没什么味道。然后它有个就是天然到，就我觉得好像在吃草，完全不喜欢，你知道吗？但自己的口味真的深得我心，没有一个是雷，没有一个是雷，全部。原来我觉得原来那个品种，原来健康。香跟美味是可以，对，是可以兼得的哎，像每个族群都照顾到了，对不对？就喜欢吃甜的，带一点甜的，对，吃起来也没有那么罪恶感。就是对，你同事在吃 cheese 蛋糕的时候，你在吃巧克力可可的很棒啊，我觉得我 OK 啊。而且你说给孩子吃一点，这个你心里也安心，非常健康，坚果安心啊。老公喝啤酒还可以吃咸的，吃坚果的人真的会重新认识坚果。对，就原本超讨厌坚果的人，非常的，而且我真的对于他那个。特大的夏威夷火山，吓到了，真的吓坏我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真的可以哦。你买这罐回家，就算好了，真的我们乖乖听，一天吃五颗就好。可是你吃的每一口都是吃国王级等级，真的，对，超大颗的。吃就要吃最好的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好不好？五个口味一起出发，一天每颗吃，哦，每种吃一颗。